我是公关列车团的2811年，那个3月2号瑞芳，我们听到11:26，什么朋友是？等一下，有3000呢！等一下，这是怎样？哇塞，3000呢！好了，我的3000，3005，8770次，记得发车就每天到花莲的3000起。哇，好感动哦！拜拜，我的8771次，记得发车，进入北回线。然后花莲的要3000行驶，量变组3005，皮蛋豆腐藤油新城际自强列车，在瑞芳鹏鸟频道已经通过了，超感动的，竟然有8770新城列车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